小朋友，你几岁？两岁。两岁而已吗？两岁几个月啊？2岁3个月。两岁三个月。那你要出去走一走吗？要吗？要不要？好，那你去穿鞋子。这是我们第一部影片，然后现在先做一下测试，然后测试一下这台 Swift Can 的稳定器 M4 来测试一下我们边走边讲路，然后它的画面的稳定性，还有这台收音的品质。然后我们就现在开始边走边走路，走走路的时候要讲话，像这样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对到焦，应该是有了。然后这样子，这个距离的收音，不知道品质怎么样。因为我平常用这一台，就是用有一个防水壳的保护壳，然后那个收音品质就会比较差。今天是没有用，然后现在灯是比较昏暗的。然后我们顺便测试一下这一台，它可以拍小朋友倒过来，低角度的。跑步的话是这样子，这个样子跑步，跑步了，好，慢慢走。还咬吗？好，舍宝宝的头，对不对？第一次这样拿着自拍，然后在路上边走边讲话，着实有点尴尬。好，先这样。现在出门测试 R0，然后加稳定器，然后测试这样子设定可不可以，然后还有它的收音。OK， 我们先。好。你要去哪里？要去这边。干嘛？买多多。OK，Let's go。这个缺点就是都看不到他在拍什么，然后不知道有没有路径哎。I don't know。还有在路走。然后来拍一下街景。这就是往 Seven 的路上。有收到音吗？现在没有车子，我们来测试一下没有车子的马路边讲话声音是怎么样子。我背这个背包。你背那个背包。然后，好，绿灯了哦，后面绿灯了。好，车子来了，然后我开始讲话。因为我现在是背对摄影机，所以声音是这个样子。那如果正对摄影机？正对摄影机，小朋友自己走干嘛？对，自己走啊，自己很厉害啊。啊，正对摄影机的话，收音是这个样子。听一下，正对摄影机的收音。然后马路上是有车子的，我自己都觉得很大声的，那个车子的声音。然后我这是正常的讲话音量。然后用这个稳定器，爸爸在那边，在那边，来看吴万新，嗨，好，这个样子的，吴万新自己走，吴万新自己走，这样子可以拍吗？然后这样子根本没办法拍，是要拍什么？辛苦。是要拍的。来打我！红灯啊！绿灯啊，那我们等一下好了。
公分，这样子有吗？有。你猜一猜，亮晶晶。然后。那边都是小鸡鸡。第六个节，好，我们来测试它的收音，刚才不知道有没有录到，总之记录一下。这是我女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星星。星星 ，What's your name？ Mackenzie。Mackenzie， 你最喜欢谁？爸爸。答对了。不知道会不会录到这个，不是稳定器的手把，像这样子，这样一定会录到嘛。那我平常这样以这个最舒服的角度，不知道会不会录进。然后我们要听到你，然后这样子不知道会不会失焦，就是阿萨林它最短对焦距只有50公分。然后收音不好的话，我就在想办法，就是加麦克风。我要用麦克风。那如果这样子嘞，这样子手就有点累，因为手是伸到最长，这样子录。好，先这样，拜拜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是爸爸。